南渝北桑东林西赵。练习生这个词就是让你练习好准备好然后上舞台变成出道。从五岁开始下棋，下了11年，棋就是个垃圾东西。我还没想好，没准备好，你凭什么上舞台？我一定要看到有让我惊艳的人。我都快爱上他了。没想到他会来，历届比赛的头号种子，到现在他一局都没赢，是我输了。我可能太过于追求骑行了，心里踏实。他是故意让着我，我知道自己什么实力。大家都存在一个问题啊，把自己老锁在了自己的框架里面。他应该是自由，很难断定谁就一定比谁厉害，100%的没有。包括现在，我也敢说。这里面每一个人的分数我们一定是打得有质量的。我希望看到你们更加厉害的，至少在我看来不是那么的厉害。啊，心里还不想放弃围棋。那我为什么一直在输呢？我热爱围棋，可我一点下棋的天赋都没有。我到现在都像个弱智一样在背定式背棋谱。围棋占用了我人生的一半。围棋本身就是一件非常严肃的事儿。这盘棋我输得心服口服。其实我也不想放弃，我背负了太多人的期望，我在做一件没有希望的事。所谓真正的出道了以后，那些所有的机会给的全部都是在练习生时候准备好了的。我们能做的就是不断的努力，不断的向自己发起挑战，越努力越幸运，从这一刻开始。现在来发布第一个任务，你说不是打打鸡血就能赢，我还是输了，你先告诉我。